자, 명함 가지고 있으면 하나 드려요. 네, 명함 드립니다. 여기 들었다면 어디? 공부하는 학생. 방금 말씀드렸습니다. 여기서 저 한 번 보신 사람도 있을 텐데요. 네, 앞에 반응됐어요. 3월. 佛教在这个世间是非常伟大圆满的教，可是佛教在现前的社会包括整个世界都趋向了没落。那么在中国1700年之前，在这个隋唐那个时代，这个中国佛教是全世界最辉煌的一个时代。中国啊、韩国、日本、越南都可以说是佛教的黄金时代。当时大唐的文化啊，这个带动整个国际的安定、和平、繁荣的兴旺。啊，这几千年来，有许多人讲，这是制度的演变。我自己细心的观察，我觉得制度的演变关系并不是很大。啊，真正的关键在人，从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，啊，君主也好，民主也好，寺院里面制度啊，一佛如是，最重要的是领导人。中国古代确确实实有很聪明、很有智慧的大圣人，那他们教导我们，就建立一个国家，啊，领导也一切人民，最重要的就是教学。佛教，我们用现代的观点仔细来观察它，它是宗教，它也是哲学，它是最好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全世界的人啊认识佛教。佛教绝对不是迷信，绝对不是消极。那么在中国过去，大家都知道，出家人帝王师，皇帝都把你当作老师来看待，对你非常尊重，就是听你的教诲，所以影响到全国的人民对佛教的敬奉。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道德的修养啊，学问这个提升啊，如何能够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尊重，这个是我们现前非常重要的课题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一定要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榜样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以他为标准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愿，将来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佛教大学。那这一个大学里面当然有很多学院，那么佛教有很多宗派，每一个宗派就是一个学院，是啊，将来宗派与宗派之间都能够和睦相处，都是同学，不至于排斥啊。这现在有许多这个宗派不往来，这是很不幸的一种事情。